The One Art 是由我们的艺术教育总监 Hugo 老师主导，设计了一系列的常规课程，带领学员探索色彩缤纷的艺术世界。Hugo 老师曾经在英国大学修读艺术课程，回流从事艺术教育多年，拥有十几年的丰富教学经验。我们的综合艺术课程主打两岁半到八岁的儿童，在堂上会利用嗅觉、触觉、听觉去进行感官探索，学习颜色运用、平面及立体创作等多方向的艺术基础。我们还会教授不同的绘画技巧，学习运用各种不同的媒介去进行创作。在我眼中的教育，不需要将他们训练到变成机械人，也不需要每件作品都一模一样，而是训练每个学生的独特性和启发他们的创意思维。我特别喜欢教小朋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很天马行空，他们很有创意，很多时候都会给你很多很多惊喜。我们采用学院制模式，每年都会评估和派发学生进度表，给家长能够了解学员的学习进度。我们更加会定期参加大型的绘画比赛，务求令到各位对温的学员都能够学以致用，发挥所长。用心对待每个小朋友，看着他们的成长和进步，作为老师的我，这样就会是最开心了。